夏日的汽水，不知不觉脑海里回味，心总牵着我摇摇欲坠。我才不管是什么天气，不管下雨或是天晴，我时间只剩怀着你一面，你在我眼里一直是 shine， 你选择一位。4月19日，芒果热门综艺《浪姐五》终于登场了。播出前一片唱衰声，播出后社交媒体一片沸腾。这也是《浪姐》系列节目的魅力所在。36位姐姐的初见面可谓名场面不断，她们的初舞台表演同样高能不断。看得出来，每一个人都是带着满满的诚意而来的。纯站桩舞台明显减少了，姐姐们都精心打磨舞台，用不用心一眼就能看得出来。芒果的舞美进一步升级，整个舞台大气磅礴，给人更好的视听体验。而赛制玩法也更有趣了，姐姐们自由打击鼓面，每人30秒的时间，鼓励值最高的姐姐成为擂主，最终根据每人的最高鼓励值排序，依次选择出舞台对手，两两展开1v1对决。总的来看，36位姐姐的出舞台惊喜不断，有人上演回忆杀，有人凭实力圈粉，有人让人眼前一亮。而备受关注的国外姐姐也撑起初舞台的门面，浪姐系列节目的初舞台历来都会上演大型回忆杀现场，今年也不例外。第一个出场的谢金燕就演唱了自己的成名作《姐姐》，这首现象级作品曾入围第25届金曲奖年度歌曲，既洗脑又有趣味。谢金燕，我50了，我可以这样，你也可以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姐姐谢金燕。我今年快50了，我是一名歌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稍等一会儿。好的。谢金燕，谢金燕，谢金燕，姐姐来喽！尖叫声。听说姐姐连续3年都是跨年演唱会收视冠军。不止3年。不止啊。只要唱跨年，那我希望大陆的观众会喜欢我。谢金燕火力全开，唱跳全能，满满的回忆杀，直接把场子热了起来，身体状态和舞台状态完全没有一点快50岁的感觉。对于谢金燕来说，浪姐舞确实是一场挑战之旅，期待她后续舞台的发挥。谁管你生在南配不配，不要我颠跑你的世界，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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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，我就是文武独尊的一卡，你就是没在怕胆子好大，咚子咚子咚子跳针跳针，咚子咚子咚子咚跳针跳针跳针，叫我姐姐。当风吹走这个盛夏的炎热，想你我暧昧，烈日和你的温柔在碰杯，你的微笑像夏日的汽水，不知不觉脑海里回味，心总牵着我摇摇欲坠。有没有感觉自己有点漏漏的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哈出去，感觉好像力度可以再就是大一点，是吗？就会有一点漏，但是我好像上不去，那个地方我就换了。咋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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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我就想上班嘛。咋办？我肯定你不咋办。不能了，咋办？对的，对的，是的，是反差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反差。这个歌可以有点反差哎，可以哎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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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说唱的时候突然变，来吧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就大家会很期待这样的反差感。萨顶顶出舞台直接就放大招，《万物生》和《左手指月》两首热门作品全都唱了，满足所有观众的期待。声音空灵，宛若天籁，一股神秘的力量从舞台扑面而来，高音3连直接杀疯了，让人身临其境，不愧是国家级别的歌手。哇，七七哥谁膀子狼牙院一人憔悴，我举杯迎尽了风雪，是谁打翻前世归。
时隔13年回到出发时的舞台，刘欣再唱自己的家乡。这一次的 Girl from 东北乘风版，加入了自己面对红灯时的人生思考。刘欣开口直接把观众的回忆拉回了2011年的快乐女声。时间会改变很多，但不变的是对舞台的挚爱。刘欣的台风依旧帅气迷人，天生为舞台而生的人，能牢牢掌握观众的情绪。而台下的他又那么感性，化身小哭包，初见面环节就哭了两次。浪姐舞也是潮女快女证明自我的舞台，刘欣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，而邵文婕、何洁的表现就更让人惊艳了。他们没给娘家丢脸，全民票选出来的偶像都用舞台实力来说话。邵文婕演唱了 Sia 的歌曲 Move Your Body， 一开口就诞生了出舞台的第一大名场面。他选择大胆突破自我风格，无论是台风还是表现力都非常飒，舞蹈的编排与曲风也完美契合，舞台状态自信拉满，对歌曲的驾驭也游刃有余。邵文婕也不愧是超女冠军选手，一开口就能完全镇住场子，让人有种梦回我是歌手的感觉。期待邵文婕能继续突破自我，带来各种不同风格的舞台表演。何洁演唱了歌曲 I Love It， 开嗓的第一声 I Don't Care 更像是她对舞台、对人生态度的表达。何洁的舞台感染力十足，那个自信、有活力、爱唱跳的女孩回来了，每个动作、每个眼神都能成功吸引你的注意力。作为最后一届超女出来的选手，何洁捍卫了团队的荣誉，用舞台感动众人，也带人回到2005年的那个夏天，乔伊斯·乔纳森的香榭丽舍大街，开启浪漫的法国之旅。戴维·卡麦用一首 Can Call You Mine 击中观众的内心，莎莎的 Dancing With Your Ghost 让人忍不住单曲循环。郑妮可的舞台太吸引人了，她也不负众望，拿下全场最高的385分，在36位姐姐中断层第一，这个初舞台第一名可谓实至名归。期待郑妮可后续舞台带来更多的惊喜。越南姐姐孙夏琳有备而来，轻松一下，舞台设计感十足，高空瑜伽从天而降，连出场方式都独树一帜，整个表演有中文改编，有舞蹈展现，又有绝活加持，看得出对浪姐舞节目的投入。出舞台过后，孙夏琳已经好感度拉满，她也很有黑马潜质。同样有黑马潜质的还有陈丽君和蔡文静，一个是节目的流量担当，一个是节目的搞笑担当。陈丽君在出舞台带来的表演是天命，红衣舞剑英姿飒爽，眉心红电一抹，一秒变装分饰花木兰、孙悟空两角，相信很多观众早已经沦陷了。作为粤剧顶流小生，陈丽君跨界参加浪姐舞后引发不小的质疑，不过她在出舞台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，她绝不是玩票的姐姐，她的舞台经得起推敲，戏曲元素巧妙融入流行歌曲，确实真正在推广戏曲文化。蔡文静在初见面环节就是个搞笑女人设，一下子成了很多人的妹妹，社交能力一流，很会玩梗和活跃气氛。出舞台过后，相信很多人也记住了蔡文静，她对舞台的敬业和用心是可以感受到的。浪姐的舞台也需要这种认真努力的姐姐。出舞台，谢金燕、陈丽君、柳岩、夏顶顶、万妮达、邵文婕、范甜甜等姐姐的表现都让人刮目相看，她们对出舞台的付出也有目共睹，希望姐姐们继续卷下去。